算思念当好最爱最来的秀为你增加岁岁请你最爱的运作我的笑容只有可惜的思念这无对爱的冲动蜜粉首先将王家祖先的拜位给调包过，因此和有天有理由，不是你个秀过来拜堂，秀过愈想愈唔甘愿，都甲王小爷倒空将有天个创个红旗，想讲要来请你煮正饭，结果说因此和蜜粉第二摆机会，来向秀过讨后悔莫晒。我来接车。曾经，你对我做些代志，千万唔通讲出去哦。你甲代志做煞，我就等你故乡，无可能讲出去啦。我不是，我不是，放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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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阿妈，你别气我，你我别气我，你我别气我。我想要好爱万岁。我的亲身感受看看，当当时欠我大家遐不够起步，欠我大可能无什么感觉，我欠我大嘞，是不是比死搁痛苦？真的好可怜呐，比我那时间还久啊，哪有可能搁活过来？是真的啦，阿爸，蜜粉真正得来好命，啊，我是要安怎吃？秀文啊，秀文，站起来，站起来。这一切吼，一定拢是那个王有天底下闭鬼闭怪，我起码等退剩下了。大树卡，啊！民国唔写你啊！是啊，嘿我，我较大吼，叫真是了吼，嘿秀啊小姐都太少咧。啊，我是真人。英儿啊，你莫后悔，我绝对唔是第二秀啊小姐啦。你千万唔当怕，我有天啦，嘿，我拜托你。有天啊，你竟然伫个地球上闲情逸致，搁敢去等一个大树甲红气球，我今仔日绝对袂放你煞啦！我是你份无病啊，我昨暝困去了，我清醒的时阵是咧客房，我嘛是较拄啊，听我阿母甲阿英讲，我才知影，秀华小姐昨暝是困伫我的房间，没人知影，今日知影，我去饲啊大树卡。看到秀华小姐困伫遐，我真正啥物拢唔知影。是啦，吴老爷，阮大吼敢若小把厉害，即款人吼头脑简单，再来有心计代志哦，伊是做不出来啦。就是讲，恁无爱承认，我就对恁无法度啊。吴老爷，我知你一定作生气啊。啊，不过王有天是当当无笑查某囝，有做诶代志，我一定会承认。啊，是无做诶代志，我也唔甘蛮王无赖。王有天。那是我在的，你敢去看卖？最可怜，生不如死啊！下来。哎，完了，我下，我下。哎呦，来。阿母仔，老爱哭，困伫客房。啊，不过我今日精神根本就无可能爱哭的。
佮加上今日秀外发生这种代志，敢讲这个代志拢是爱卡做的？我一直利用优天帮我完成任务，今麦嘛是老话啊，伊佮秀外两个人心胸手弱，我绝对袂当连累着优天。害了王优天哦，实在有够可爱啦！竟然搞我宝贝走下，害安呢？我一定要叫伊哦，生不如死啦！我哪跳伊家来啊？一定是杜姐吼，气急啊，扛不了路，我跟我爸条路行。哎呦，天别忘记了！我我肯定回家了。我明明话落去，哪个叫对家来了？我没事吗？没有真正的救命！哎救人了！当初秀娃害我早死，你想到无去救三宝？你想到无给我给阮囝一个机会？没有啦，阿爸唔对啊啦，让你受委屈啦。等伊啊，等伊我顺顺啊，给你超度，让你别再受苦啦。你想，我靠，这样简单就帮你做？没有啦。阿爸唔对啦，进来了，因为是我唔对啦，真正是我唔对啦。希望爷的夜里不，我妈是爱忏悔，我已经退掉。魔神啊，你总算肯出力管你啊！今仔日我看你要走倒去。我不管你进前，还躲过我的法眼。今仔日我要让你连阴间都无再着等伊。你要继续做我的坏事，我是要你过过来走。看来你的身份一定泄露了。我不会小爷，我拜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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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我拜托你，求你，我拜托你，给我一个机会，求你、啊！我一定化力，给你一个月时间。今仔期限已经到了，你也是速速回阴间报道。我告诉你，给他，阿母最后。也是我都给你救我。人讲有囝有囝命，无囝天注定。元龙谢立魂靠给我迄个灵气延续开始一口气，想袂到最后原来是一场空。都是魔神啊，嘛是五家，独死无过身。
可能，爱华无可能死啊，伊嘛无可能是黄家新妇。你讲我的水母在倒位？哥哥，原来你是识我的水母，紧带我去找伊啊！爱卡一直爱我对黄家的人温婉伊的身份，因何看到你戴玉佩，搁遐尼啊激动？而且，爱卡只要大概若看到银河，伊就艰苦流目屎。敢讲，柯凡生讲的是真实的？无可能，李慧英不可能是黄家的媳妇，我不相信。李慧，李慧就是我的媳妇。哥哥，我叫你哦，叫你今日带我去啊。夭寿啊，口袋要打皮。迄爱哭的，唔敢那是查甫的，阁是无心啊！这无心的死，唔叫你淘汰，其中必定有原因。啊，那呢，柯半仙，咱做啥好哈？开棺验尸。爱哭的，您讲的敢是真实的？你敢真正倒伫内底？有天啊，紧的啊，紧来开开看，开开看嘛，紧的啦。阿英，啊？电脑夹到三角巾。真正是你，你到底是安怎死的？师母，我的师母！有什么难得的啊？怪当初是会哭，咱两块玉佩若是完全的时阵，就是咱两个要离开的时阵。啊，不过一直想吧，你是为着什么原因，咱一直留在阳世界？为什么？师母，你是不是为着咱的囡仔，才不肯走？阿姐，你有你囡仔，我的囡仔。看来这张美云有心明了斗三工，加上这鬼庙迄个风水地理，伊的肉体怎样保存这么好？阿哥，美云，你跟真心，美云。阿狗你跟清醒，阿狗的。刘天啊，美虎啊，李虎已经过身了，已经走啊。阿嫂，失恋啊，我真正知我唔对啊，我会去官府自首，有我所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希望你死嘛会使去，这样就是嘞。李魂啊。阿爸知影唔对啦，阿爸甲财产咯，咱还好应和啦。以后安心去投胎，我会好好对待，照顾家己的囡仔啦，哦。刘天，多谢你这段时间一直跟我斗相共。你的温情，我袂放袂去。后世人才来报答你。美芬，爱考的，你放心，我一世人永远都袂甲你放袂去。后世人一定搁再见面。
大人是美魂的离开啊，幼天的心也破碎去啊。但美魂等十多年，想要到最后所得到的，只是一张空而已。切心失志的幼天，连猪肉摊的生意也唔做啊，规工照旧该忧愁。无怪哦，大家拢只爱啉烧酒啦。啊，烧酒若甲你无茫茫茫哦，迄烦恼吼就背甲空空空啦。看有天子嘛，大家啉烧酒咧解忧愁。咱就变一个人同款，拢是我害的。俗语讲，钱多好行，人多歹行。自责的美魂，敢有法帮助幼天放下一念，走出情关呢？你哦，是不是去杀着大爱我？大爱没那么可怜啦，我希望你哦，搁再乱嘛是该查某啦。而且哦，而且人可是在生的，在生的。阿姨啊，在生的吼，好，大爱跟你讲，大爱应该哦，就揣遐庄仔来哦。迄上界有名的菜店哦，互你做一个真真正正查某囝，来。哎呀，什么菜店，连咪着菜花啦，大爱，紧转来啦，客户哦，足烦恼你啊。啊，我个天啦，谢你啦，走，你要啉啥？足危险的，再搬落去。我最大要啉水啦，来，行。来，阿英啊，你别搬水啦。哎呦，吊赢我！哎，大，大啊！我老婆竟然叫我大啊！我怕受罪啊！哎，大，哎，大，大啊！行，这应该就是人你讲的吼，给不给？阿爸，我你看，这几副棺材呢？哎呀，一副棺材看还阁新鲜嘞，应该是拄仔煞来，还袂落葬的。哈，来安尼啦，咱这领辛苦阁来到这呢，这家母下着认为输欠这个棺材占去。哎呦，阿爸，咱后悔也是要安怎啦？无紧啦，无，先阿煞边啊。哦。啊，这位好兄弟啊，哈。我呢叫做陈有福啦，甲我大汉查某囝陈玉清啊，啊带着吼我细汉查某囝陈玉辉啊，已经过往去啊。啊来到这呢，想要借这个吼家宝会的地灵之气，让我的查某囝玉辉啊，搁再活起来。所以真不得已，都要甲你这副棺材先刷到边啊嘞。等我这玉辉啊吼，伊若是活起了后，才搁甲你的棺材。搁刷来原来所在，那莫犯之错哈，多多原谅。玉清啊，你嘛搁出来嘞？阿爸，我上袂叮当嘞。我发钱上就上哈，钱上上，你。好，玉清啊。
迄连叮当刷一下都无啊！我坐伫遮哦，叮当你嘛刷袂叮当。我看哈，无过是歹刷啦。啊！今日小妹仔叫过呀，伫遮，把囥在这个包起内底，反正效果更加好。啊！阿爸，你够巧呢！哎，阿爸，你不要紧无啦，哎呀，小心小心个，小诺啦，啊，小平啊，就去观察住啦，刚刚嘛有咱这个会啊，你们这个节目嘿，你怎么来搞创治啊？啊，阿爸，看你那么大波子波动，我跟他无异呢，阿爸，那恁那是别诺啦，哎，阿爸，阿爸，不管你是愿意还是无愿意啦。我就是要替阮查某囝吼，占这块地啦。你若是唔嘛，卖怪我，无客气啦。坐人车，看你要安怎。好，阿爸，我听你，我嘛无咧坐人车，我就是唔爽，看你能够安怎。真正是甲天公照胆都对了，这对爸仔囝也要来抢家母嘅，那是安怎会出现一个地主嘅囡仔魂来甲因阻挡？吉姆系敢讲真正有法度让人死里复生呢？明仔载同这时间，请继续收看《戏说台湾》新观中三主。吉姆系的地主将地转卖给人，那新地主想要耍崩，但是正做煞未顺，所以尾也都无耍。这就是阮老爸放火啊啦吼！啊，我就想讲要甲种地，要来种出来啊。结果大项拢真无顺时，即牵大地呢更爽。一早两年，咱咧不透风会甲你装一骹落，安细者烫过呢。地主感觉讲，这就是鬼母的之心，所以唔那无耍忙，伊咪来遮祭拜。后来修行的来啊，唔那讲真大粒，嘛真甜。我就伫遮做工个，两阿母来，啊看一寡果子啊，我想讲，啊你要从来讲，买一块地饲鸡啊，买来种鸡场啦吼。来遮伊就用红布铺一块啊，互当，结果真顺势，佫真趁钱。这个故事唔来变作后里乡民口耳相传的奇谈，吉姆鞋也变作在地风水宝鞋啦。每回完成圣王爷任务，得到吉姆鞋的灵气，顺利将囡仔生落来。心愿达成了后，伊甲幽天相识。凄凉的幽天率因出来施钱，规工借酒甲忧愁。这个时阵，怎啊来一对白仔囝，想讲要借家母迄个神力帮助亲人复生，结果却拄到歹命啊！我就是唔爽，看你能够安怎？爸，新娘佮古锥的份上吼，我着狠心来给恁结一个善缘啦。喂，你是咧为啥会啦？不是我，你要偷窃死人的物件吼？来吧，我还你钱。哎呀，你啥你白跳啊？你听阿姊讲嘛。要怎啊？我唔是歹人啦。你唔是歹人啊？那呢，你为甚物要杀别人的棺材？这代志是安尼啦，来，我跟你讲，来，小等你莫惊着哈。这个吼，是我细汉查某囝，叫玉辉啊啦。啊，我听人咧讲吼，用这个家母客，会当给阮查某囝吼，搁活一开。啊，所以我唔只。啊，代志足复杂嘞，你囡仔人听无啦？啊，你莫后壁讲，知无？是死去，搁活起来安尼哦。嘿啦。好，嘿，我当然嘛知影。哈？你知影？对啊，你去找一个叫做王佑天的人，伊应该有法度甲你两个斗相共。王佑天，伊是谁啊？哎呦，飞弟，你去找伊就对啊啦，我先来走哦。爸。真正无去。阿爸，你干什么？等等。嗯。哎，翠阿妹啊，啊，你跟他讲名，啊，人住哩都你无甲我讲者。阿爸，啊，迄个，迄个走去啊，啊，咱是要安怎啦？
讲埋你啊，就迄个王友天。我若是刘公，自从美芬死了后，幽天几个人拢变怪，变甲连猪肉大生理要做哪唔做无大劲，逐天落来是落泪流泪，我啉甲醉茫茫，我才想我做演技，是安怎让我食老？来吃点老排面。姐夫，你们，我听讲哦，那熬灵花那烤，那排面会带你要出来呢，到时阵赶不出去，安是变怎？这恐怖！你这死囡仔，这死囡仔！迄一天哦，秀芳啊，幼天叫的时阵哦，你讲哦，秀芳若哭哦，若叫了无外久的时间，吼，真像你讲啊，对当对当，你这死人！就像刘孟秋伊阿所讲的，歹代志呢，是为鱼肉用迄个乌鸦水讲出来，都一定会变成真了。就伫因吵吵闹闹这时阵，幼天的房间底发生了怪事啊，敢那是有什么无清洁的物件走入来王家？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踮啊甲黏着脚，叫阿爸袂伫脚，伫脚裤啊滚烂烂，还规囡仔流嘴烂。哈哈哈哈哈哈！王友天，你紧起来啊！你紧起来，跟我耍啊，王友天。我倒会掉啊！我停哦，要从我房间摆面赶走啦！你把酒看啦，阿爸笑啦！我来。哇，你要紧无？啊，你贱啦！死啦！哎呦，幼天啊，你还差不多无？一个拳头，遐尔啊长，遐尔啊重，袂堪的是乌白扑啦！啊，是啊，大个你袂记啊？你袂开悟哦，就是无说你要下得我耳朵啊！这真免讲算笑的啦，耳朵。什么拢无？什么拢无？
来，出来看台。你搁看什么大夫啦？那明明在里面整整条条。哎，对，你看我整条条。只有你才看到我啦。杨天啊，你较好心好行的好不好？我也是为着你百姓家安尼生哦，我明日在咧熬年花熬元宝哦，就是要补贴出来面的开销。你若不赶紧甲我恢复正常哦，我阿你讲，你着规气个烧年花甲元宝给我啦，死囡仔，阿你我吃老早吃了老歹命啦。阿母啊，哎，来，安尼够趣味，安尼甲我起人，够好耍。实在是哦。李正定啊！李正定，李正定啊！李正定，上面拢无啦！怎啊？我刚看到你啊！只是啊，更加麻痛的。那无？那是假无啊！哦，幼天哥哥啊，啊恁都买无好耍哦。哎，小蛋，阿母啊，迄内底真正歹物啊，阿伊要帮我一人吃，唔管哦。哎，唔是啊，阿母，我。小俊，快做小俊，将家己关了小俊嘴，明仔再进行，你这都袂好啊，都拢拍开啊！先乱，今日又天才看到我看哦，我还是继续啉烧酒。啊，你无烧酒醉哦，我就会将爱考放袂记，万袂记怪着你这歹物啊！就算你啉搁较侪酒吼，你嘛是看会着我啦。哎呀！好啦，反正我嘛走袂去啊啦，看你要安怎哦，做你来啊，要抓高铁哦，慢慢去啦。哈？哥哥啊，什么是抓高铁啊？你唔是要看抓高铁？无你我倒条抓是要创啥？我怕倒腰啊啦。哈？头家安怎弄？啊！你敢哦，捌有一个叫王佑天的哈？王佑天啊，李百祥啊来啊啦！伊甲王佑天大做伙，你等去问伊啦。好，多谢哈，多谢，来问伊。谢谢你。来，看麦啊。头家啊，歹势吼。头家，我叫你帮我耍啦，叫你帮我耍啦，阮大哦，即摆用八到唔加油啊啦，你着好好去淘汰。你这人真难无礼貌，啥是歹命？你唔知歹命，歹命！这声音变阿奶。你唔是美魂哦？美魂？伊阮查某囝啦，哎，歹命生遮水晓啦。啊，无代无志生遐成，啊，啥物惊死人哦？好，我还要想着。人客啊，你要买啥物鱼啊？我唔是来买鱼的啦，我是来找王佑天的。你要找王大爷啊？啊，恁找伊有啥物代志啊？我是要问伊家母下的代志。家母的，我这个是干哪啊？哎呦呀！
你好呀，怎甲我走？你啥拢唔知影？卖问我。哎呀喂呀！哎呀，天爷这吵完呢！干嘛在？话好好讲，你若敢唔走吼，我就甲你当作乞丐。啊，等等等，卖激动啦！快点先来找这人讲讲。孟姐娘，这里发生什么事？你莫名其妙。小小一年，不是咱的。家母系，已经讲大个，还敢其他农民啊？我敢有可能搁恁弟的面头前搁讲一届？我当是空的个，呸！这人啊，大看面就知。伊我甲你讲，咱带伊去就好啊。什么人敢去？阿爸去。怎样？大阿在看了过的戏，是要帮我当戏呀？爸爸，你都是好听伊老人讲啥吧？无，伊讲啥？伊讲王佑天看了歹物啊！啊，小心！阿那边啊！这个门的吼，阿狗诶，真正是讲起来天都乌一边了。有天嘛，将玉清个当作鬼魂，玉清个出现，敢会改变伊个命运呢？爱狗诶，你爱狗？阿爸。哎，搁是恁哦。爱狗诶，美云，真正是恁恁回来啊！大爱，大爱，你不是爱狗啦？你不是美云？嗯。王先生，你好啦。我吼就叫做陈有福啊，外口拢叫我福气伯啊啦。我隆重甲你介绍一下，这阮查某囝叫玉清啊啦，唔是你讲的吼，什么美魂啊美货啊，更加唔是吼爱笑爱哭的。阿君吼，刚为外地来，你好啦。嘛对啊，美魂已经无可能再出现啦。哎，王先生啊，迄家母会是唔敢有关系啊，要若无，迄个鬼奶奶对调调啊。家母会。这是我跟阿卡的美魂的故事。原来家母戏那个观察是张美魂的哦。看起来这王佑天对死去那个张美魂感情用真深呢。我是要哪开嘴叫伊跟我斗三工，让死去的玉慧搁活转来嘞？哎呀，关起看啥？不能去哦。不是啦，是啦阿母，你不是爱卡的美魂啦，伊是陈玉清小姐，阿边的这位是阿爸，叫做陈有福，
人拢叫你好去爬啊。啊哈，阿弟好。哎，夭寿。啊哈，刚刚一个母仔引出来，啊，生得遐尔啊同款。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拍着囝无代志，拍着囝无代志。喂，应该赞。真真真，袂歹。嘿，看起来这个陈情碧芬的剧情小姐，敢那会当我们优点哦重新站起来哦。哎，进来进来，不用客气啦，我只动作家己出的，请坐请坐。嘿嘿，小霞，是讲剧情，哎，好去白啊。哎，我较早咱也唔捌看过恁呢，你是外地来哦？对啦，我今日拄来后日尔。啊，是安尼哦。哦，啊是讲，敢有找到要住的所在？也未呢。也未哦。哈，对。安尼拄好，你去当客家阿英遐。什么？偷刀？安怎？我讲你住恁家里住也唔对，规日你只拢住伫咧我家，啊，伊竟住啊放空，也在咧饲蠓，我叫伊遐住是住也唔对，你敢大声啥？哈？铁母。不是翅膀哦，阮家即摆哦已经是鸟鼠甲家雀收啊！啊，鸟鼠家雀，啊我看唔通嘞。系啊，迄家雀哦，用个比鸟鼠较大只。哈哈哈！你死人啊！你这死人啊！你不管老爸讲你下岗，你还阁开嘴要用倒地才来听。哈哈哈！我去问。你做你放心啦，若讲拼厝的代志哦，我会交代阮优天哦，甲阮阿英哦去拼，甲拼得清气淡淡。啊，若恁爸仔囝着负责哦，啊搬入去大岛，放心。啊，是平安好意思，多谢多谢。哎呦，不会啦，你说什么多谢？啊，这这这这，慢叫轻松啦，煞袂记自我介绍。啊，那我哦，咱这下人哦，拢叫我蒙笑姨啊啦。好好好。我看咱两个年纪都差不多哦，你直接叫我蒙笑都，啊，蒙着就笑，啊，蒙着就对不？啊对啦，哎，蒙着就笑。啊，对对对。也是四目相对乱纷纷，舅舅改笑忧天，因为玉清的出现暂时恢复正常啊。趁这座机会，囡仔魂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安尼甲忧天低调调？都因好奇白阿英来王家讨家母嘅。明仔在同这时间，请继续收看《戏说台湾》新观中三主。我系关东山主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发生了后，听讲当时当地人拢在谣讲，敢是甲吉武系的土著有关系。就算讲吼，诶，较早的科学无遐尼详细甲严实，但是待伫遮无空气要安怎活，咱才发觉讲，原来咱台湾的民族内底，咱的棺木是拢有拍一空是空气的入的。吉武系即个地质是一种。拍照真多，台北的朋友拢来遮买刀当去咧种兰花，伊的透水性较好，因为石头甲石头土壤中间，就空气通好入去，这个囡仔才有法度生产了有空气通好住。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吉武县关中山组织的团结，龟母王也叫做吉武县贸易典故。原来纳入去龟母王四周围是水田，规地形看起来都敢那天然的高条，所以叫做吉武县。有天跋落水了后，伊外叫帝都的囡仔魂定身，而且刚才伊才看到这个囡仔魂，王秀仪啊、甲徐百英拢认为讲是去酒空出现幻觉了。这个时阵，好奇贝也抓玉清要来找有天问家母去的代志，想袂到有天一个看落个美魂，生得真同款的玉清，酒都醒啊！阿爸，我感觉那个王有天吼，对那个张美魂用情真深呢。阿姨跟咱斗三工，要得到家母血，我想是无啥可能哦。若是安尼继续落去，你玉辉也辛苦难活了，你敢有再活起来呀？阿爸，恁爸可能遐个观察无去啊呢？无会准倒出来啦，先让玉辉啊吼，会辛苦扛家母血。好，好。
悔啊！你自细汉吼，天若暗吼，你就惊啦。阿哥吼，遮尔啊无胆，你即马伫迄个世界，你心内一定足惊的吼。免惊，阿爸就算讲吼，五岳天公，我也要甲你带转来。天公伯，你有听到无？我唔惊你啊！我嘛唔惊。啊！那转灯。小辉啊！小辉，小辉，小辉，小辉啊！小辉，安怎啦？阿爸，有灯呢。啊，有灯啊！啊，小辉啊！小辉啊！我起来。小辉，小辉，小辉，阿爸，你起来。起来，起来。小辉啊！小辉，阿姊，我来你家，阿爸。小辉啊，这家母家咯，是你第二界出世的所在。好，我搁活起。小辉啊，阿姊，我搁活起。等来等我，等来等我，阿爸。有够好食的啦！有够好食的吼，好，去安尼吼，我就先甲你讲，等下若食煞吼，迄个拜托的，紧离开，莫阁继续甲我哥哥电话对调调哈。哦，你这个人足无人情味的呢。别讲，咱讲好的，迄两支吼，迄鸟仔就拢在食，啊食食吼，你就紧走，莫阁继续甲我哥哥电话，好无？来，谢谢你。起来，起来。我来讲，其他我袂讲。刘天呐，我先去啊。刘天呐。啊！你这大汉啊，搁爱食遮哪糖哦？是啊，都食呢。啊对啦，有闲小姐，我边头这位小姐是哦，啊这位吼是我上细汉头囝，叫陈玉辉啦。哦哦，有小姐，对对。有天啊，我拄才敢那看到你家一个人在讲话，你是在讲啥？无啊，你看唔对呀啦。我是甲焦拉糖在讲的，我讲哎，焦拉糖你哪吃好食，就安尼啦。王先生啊，啊无安尼啦，你等于甲恁吼阿母讲一下，我带恁个查某囝吼来去吃饭，啊吃饱吼才回你遐去，好无？无咯，好去边啊，稍等下。阿去边，我来讲吼，哎，我阿母吼嫁人，可能吼早就将厝我变扫好势啊，而且吼即马已经穿一套足大套的，足青草咧等你啦，咱紧当食吼，好去边，哎，好食无？好嘅，这个二百元啊，啊家厝哦，另外阮只口罩大，啊你佫叫因哦，拼外拼来，即马佫请阮食饭，是阮较歹势啊。三班人哦，等下歹势啥，咱来客气啦，等下就变一家人啊，对不？啊，什么咱一家人？哎，我是。我是讲哦，咱双方就是有缘嘛，对不？啊，有缘打听食饭，啊，就敢若一家人同款啊，对不？我安尼解释对唔对？对。我听唔对啦！来，这条你吃。哎呦，这客气，你坐下，来。哦，哪会生出这么水？我真是很顶着。奇怪。刚刚隐约听到伊的心内话啊，陈弟袂歹食，有啊啦。哎呦，想袂到讲哦，天公伯啊对我这尔啊好，不专工哦送去玉清，要留我做新妇。我一定哦爱滴这千金哦，甲爸给这财用的。这个秘书哦，真正去杀掉我，还袂搞虐菜，佮对我咪咪啊笑。想袂到啊，我食到这个岁数，可以开一蕊啊大特惠。啊，关于玉清哦，就敢亲像看到爱卡米粉在我面头前同款。玉清哦，那真正是爱卡米粉，现在有偌好诶。阿辉，你想哪？玉辉啊！玉辉啊！你听阿爸你叫我啊！玉辉，玉辉啊！
别急，别急，别急，老爷，老爷，你现在看到阿爸那家境行的啦？我妈妈在山庄，我看到应该听到爸他们新来威呢。新来威，来来，来来来，哎呀，啊，讲看嘛，我两个在想啥？好，来来来来，来看这里哈。生意生意，来来，让你看看嘛。阿爸，你在想讲，假使我若真正会用知影别人的心内话，你想要知影孟秋怡的心意？阿爸，你介意孟秋怡啊？阿爸，你介意孟秋怡啊？无啦，我是咧怀疑讲吼，迄个孟秋啊。去杀着我啦！哦，你安怎知影哈？跟阿姐讲，跟你安怎知影？我嘛唔知影，我起码是安怎安尼？我只要看你阿目睭哦，就知影你心内在想啥呢？看我目睭，就知影伊在想啥。嗯，安尼就等于讲，你阿该甲人讲话，就袂当看人阿目睭安尼，因为你已经听人的心内话啊，搁爱听伊讲一摆，哇，足惨呢！哎，我就是在烦恼这啊，今麦是要安怎吗？哎，玉辉啊，无紧无紧无紧，这款这事吼，搁活倒起来会正头啦。人的命吼，那好利利啊，安尼就好啊。那安尼，我以后跟人讲话的时阵，我是要看倒位啊？平康。啊？就伊讲一好配一歹，无两好通相排，是安怎叫伊听得到人的心声？敢讲甲结尾有关呢？有位姐姐，你要不要送我礼物咯？真乃好意思啦。嗯，无啦。多谢你跟我斗三工，一点的心意，再送你。有位小姐，你那一直看我的鼻孔哈，是有垃圾物件，还是有鼻塞啊？哎呦，啊，那都这样客气啊，搞勒索，我开钱要创啥啦？还是讲哦，啊，要刚买来啊哦，我都无客气，给你收落来哦，嗯。是吧？我妹妹到恁家啦，等我若找到头王哦，我就将厝税算给你啊。哦。无你即马讲啥？你要去找头路？嘿嘿，来来来来来。该有天两个人去卖刀吧，阿辉。啊，那你哦，就教阿姨哦，恁两人去市场的卖鱼。哈，有我。哎，等下，阿哥我嘞。好气白呀！啊，那你哦，参阮两个人，咱做伙来熬莲花，啊来加减补贴家庭的开销啊。包莲花，嗯，我即讲话哦，敢若真正去杀着我顶八卦，下只阁袂消化。哈哈，好啊，啊，咱即摆是我来你家，还是你去我遐？都嘛用个，看你方便啊，看是要来我家，还是我去你家？好啦。有天落囡仔昏迷醒了后，安怎甲赶嘛赶袂走，都决定要甲伊好好啊斗阵，反正敢若嘛无害人之心呢。一天，有天想起了一件代志。啊，对了对了，啊，咱两个熟识这久啊，我都唔知你叫啥名呢？我，我未记我叫啥名呢？啊，未记你叫啥名？哪呢？啊不，我改号这名哇。好啊好啊，有天哥哥，啊，你要改号啥名哈？哦，哎，我想看卖哈，号名哦。啊，有啊啦，
你看你安样，一尴尬哦，安我对调调哦，我低调调哦，就叫你卢小小好啊，卢小小。哦，唔通啦，卢小小，这歹听着，卖啦卖啦。什么叫歹听啊？卢小小最好听啦，而且哦，迄间我叫，别人也唔知影啦，就决定啊，叫做卢小小。好、哦，我要去啦。卖啦。卢小小，卢小小，这歹听呢。陆小小，多谢你，多谢多谢，来快鱼啊，好吃鱼啊，过来，过来，来，这个来了，那也这臭哎，这个来啊，刘天，啊，哦，刘天，有人开会没给你拍照呢，安尼啊，我嘛，哦。啊，这都兰花啊！哎，兰花哦，是爱卡杂些时喏，上介的花呢。对啦，刘天啊，哎，小等哦，大休息我要等你时喏，先做杂等你来。刘天，你又把我当作是米粉，我不想去啊。你刘天死嘞啦，我袂去吃。跟你讲生笑的啦，来，回来吧。我是在创啥啊？伊只是死了哦，跟爱卡一模一样。阿唔过，伊也毋是爱哭的。哦，有天要不要都甲爱哭的放袂记？真正有够痴情的。卡苏，嘛人安尼对待我，唔知偌好嘞。就可以。好好，阿姨啊，你一样啊，就亲的啦，很早点请住啦。多谢你啦。哎，免客气啦。奇怪，那有种臭酸味啊！臭酸味，敢有？有。我才是起来，就发现家己的身躯顶有臭酸味，唔才会超过伊离因这么远。啊，今麦煞去被希望灵骗到啊，是要怎？阿姊，阿姊，你看阿姊啊，什么代志啊？阿英啊，啊，什么代志啊？你看，这是啥？哪样的啊？啊，啥路啊？有劲啊！啊啊！姨妈姨，我天哪，无代志啦！哎呦喂吼，身体淡薄无爽快，我先来等啊吼。无爽快哦，啊是跑病啊哟。啊，无啦，无什么代志，我先来走哈。哎，稍等，稍等，别紧，哎，我袂记起啦。哎，来。啊，多谢多谢。姨妈姨，你看上你嘿，姨妈姨。哦，我来个想讲，我上一顿鱼。送你一颗大头啦，送你回去，回头白日你在下面哦，等袂起啊！来来来，你记我讲啊！啊那安尼啦，啊我一个无无查某囝。是啦，阿爸，这手的污点吼，可能过来用三扎，啊叫浑身骨臭酸味，是要安怎啦？阿爸，啊、我的皮肤若安尼烂落去，我甲伊变作妖怪。不用为一条命多在捡到回来尔，敢真正我都活落来呢？阿姊吼，别害你一人烦恼哈。阿姊，好，好啦，别惊。你嘛替恁小妹想点办法，看要哪个医生有迄臭酸味哦，啊处理掉啦。阿爸，回。
不是不应该我去？你莫想遐济啦，而且还佫有我甲阿爸伫咧啊，你啥物都免惊哈。好啦好啦，好放心啦，我甲阿爸拢我都想办法，让你死去阁活转来，陪我做小寡代志，免惊啦，哈。多谢你，多谢你。三伯啦，说啥物多谢？来，你就我鼻看麦啊，手够臭酸味无？小酒啊，尤天哥哥，我想我若是爱哭这多，我嘛无希望你啉烧酒啊。我是魔神啊，我敢若知影，只要我身躯边的人对我放的热心，我才发到安心啊离开。所以你到今嘛，还阁唔忍心离开阳世间，就是因为你咧等什么人对你放的热心。是啊，我就是咧等你对我放的热心啊。我，哈哈，哎，你好。敢不是玉辉？哦，我知影，你有甲人创孽了无？我只是甲伊算一个名嘛。你哦。哎呀，哎呦，天哥哥，哎呦，你卖生气啦，你讲话嘛。你给我放开啦！哦。来，小姐，你怎啦？嘉祥，你紧放开，我有代志。哎呀！哈哈哈！哎哎，小辉，阿来，这拄好，你嘛来。是啊。哦，嘿。吼，卢小小，你卖去卢阿婆啊！赶紧将我卡放开啦。卢小小是啥啊？啊，太阳啦！我来甲尤天哥哥先来话讲出来。玉辉嘛，看会着歹物啊！玉辉，你是不是看会着什么物件哈？无，我啥物都无看着，我啥物都无听着，我是来打。不是啊，明明就感觉着我，佫继续无感觉，我着让你看着我。是讲我？哎，玉辉啊，阿你怎啦？哎，玉辉啊！有够好耍的！有够好耍的啊！我问你啊，卢小小，你无代无志是阿要开玉辉的天眼，予伊看到你，万不如伊若将迄代志讲出去，是变哪？别人也看袂着我啦，伊是变哪证明？代志是安尼讲无唔对啦。好，哎，我问你，你啥无代无志来做哈？因为我甲伊是同款，为同一个所在出来啊。同一个所在出来，这句话啥意思啊？人家讲放屎无切尻川，无理解。玉辉靠家母系来学生，啊，这个囡仔混嘛讲，伊甲家母系有少牵连。有天的人生会因为家母系搁再发生什么变化呢？明仔载同济时间，请继续收看《戏说台湾》新观中三柱。讲后里当地除了关中三柱这个基本以外，吉武县也当保庇囡仔好游戏，啊，这到底是安怎定位呢？啊，我就想讲要甲种地，要来种这来啊，爱是吼，啊，我是想讲要叫伊甲请来咱遮的百姓讲啊，结果大项拢真无顺事，阮遮本川的吼，因囡仔拢无介舒适，甲托梦。当年的七牛马生拢有煮鸡酒，甲清油饭来个拜。几个和尚讲，人家报讲，这鸡母遐安那了有香，咱来你遮拜拜。阮的孙啊足乖的，拢会听阿嬷的话，啊无较早讲，拢不爱听啦。
真侪地理先听到这款乡野传奇，嘛感觉真不可思议。来听讲，真侪人嘛相信鸟仔是一个会当温柔万能的灵客，所以才有鸡母鸡这个名。福气病因将玉辉放伫鸡母鸡内底，如愿福玉辉靠鸡母鸡的灵气，搁再活过来。那想要到玉辉重生了后，几个人煞变一个款了。但生是听着人的心内话，也后来连身躯也出问题，搁开始有臭酸味啊。所以只有用芳花的洗身躯，暂时来代替的臭味。有够好耍的啊！我问你啊，卢小小，你无代无志，是安要开个会的天眼，让伊看到你，万不如伊若将迄代志讲出去，是要哪？别人也看袂着我啦，伊是要哪证明？代志是安尼讲无唔对啦。好，哎，我问你，你啥无代无志安尼做哈？因为我甲伊是同款，为同一个所在出来啊。同一个所在出来，这句话啥意思啊？我就袂甲你讲咧。卢小小，卢小小，你给我出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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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安怎？有人来约？无啊，无。哎呦，玉桂啊，你那个在看我的鼻孔啊？我的鼻孔无看啊。无，我无看。其实哦，我的白手白真水的，快点。你看卖嘛，免歹势啊！我目睭真够水啊！你看下，看一下。哎呀，我的头脑这么高，是因为针对玉辉啊。我无代志啊！来，进去。你是安怎？无法通通站起来先。我无要紧啊，扛袂了啊。伊拄才针着我呢，我即摆是安怎？你无代志，我袂走啊。玉辉，玉辉，等一下啦！玉辉 ，Hello， 我什么呀？麦克哥，麦克哥，你麦克哥！玉辉啊！我是不是去给他惊到了？我是笑啊，笑啊！哎呦！阿爸子，阿爸子，你看，你看！哎，阿姨，我叫你啊，我刚刚没见你啊。就是的，玉辉，你开心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跟他的。已经活起来啊！不过你的肉体并无完全恢复。今仔日你甲希巴用啊烧尽着，有吸着伊的勇气。虽然身躯会当用几工啊，不过真紧你的肉体就是灵气。
外辛苦。哎，大哥，那你我是要做？爱靠辛苦的运气，你会当去吸收人类的勇气，或者是火。不过你所需要的量，会甲当初需要火同款，愈来愈大。到时阵，靠你吸收着勇气，或者是火的人，真紧就会死亡。我们都变成是妖怪，我们都变成是妖怪了。不是妖怪，是活死人。大侠好，大哥来了。又会。奇怪，这阿勇的面相来这歹，应该是叫魔神啊治着。有病，对。你给你算！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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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天吼拢困袂饱，啊，即摆吼我感觉精气神拢倒来。歹物啊！柯半仙讲的，敢毋是卢小小？啊，毋过卢小小甜的是我，也毋是阿英啊。柯半仙，你敢咱种代志讲较清楚咧？怎，我刚才发现，有人利用鸡母血灵气，一个天机型，所以我来四界巡巡看看。就今日有大事发生。哎我，柯半仙，啊你也来哦。柯半仙啊，啊你好你好。半仙，我请教你吼，你甲我看吼，一这对，啊甲这对哦，伊来啥款有适配无？啊？有天甲这个姑娘会合。阿言甲这个姑娘，恐怕是有缘无分。柯先生，你拍照哦，别讲啥，人生也真准啦。我唔相信啦，家己幸福，立在家手头啊。聚会，等下。哎，伊哪会啊？阿姨，你从啥物出来啦？聚会，我今日要把我的功夫展出来，你看。哈？你爱看上谁哦？创啥？抓鱼啊！我鱼肉用哦，不是叫假的。我除了白虾以外，上厉害就是抓鱼。我今嘛就抓几尾鱼给你看哈。啊！阿丽，好啦，进起来啦。奇怪，哪拢无鱼啊？阿丽，我相信你遐抓鱼，你进起来，进起来啦。真是的啊！你真相信啊？对啦，进起来啦。要修，你要紧吗？哈，玉辉啊，你要紧吗？拍死啦，拍死！我不要紧啊。是我是过航班吼，这害你摔倒啦。你有受伤不？哈，不要紧啊。什么不要紧？我本来想讲要证明哦，我除了卖鱼以外，还可以抓鱼。我一定活到趁钱，饲你照顾你啦。我不是从那才摔倒的呢。当时我是过饭桶，还嘛害你受伤。拍死啦，拍死啦，谢谢啦。看阿玲就去干安尼，伊真正是一个最单纯的人呢。我相信伊对我嘛是真心的。好，我哥就是干，你等我。你会当去吸收人类的勇气，或者是火。不过你所需要的量，会甲当初需要火同款，愈来愈大。到时阵，靠你吸收着勇气，或者是火的人，真紧就会死亡。好人，
通讲溪水倒头流了，叶天人形却变做活死人。为着活命，岳飞敢会对许百姓下手呢？对啦，我知道我即马阁无多合理解我，啊，不过吼，我会拍拼啦。你这个念头，谁讲我无介意？啊？我无要和你争，也无表示讲对你无好感。你的意思是讲，你完全是我？有位就是我，有位就是我，有位就是我，有位就是我。李公伯啊，你有听到吗？有位就是我啦！阿妹兄，你有听到无？有位就是我。代志果然真如囡仔云所讲的，有位滴流勇气只是暂时尔。吃暗，伊规身躯气味寒，就算包米皮也是啉姜茶，拢无得气寒。福气伯啊，安怎想要到讲，伊甲天作对，苏秋都当个查某囝，一第吃暗完全变一个款。小水准备好，来进行。岳飞啊，岳飞啊，岳飞啊！岳飞啊，俺家对山顶来点无？没啦。哦。哎，对啦，岳天。啊。想要你的地方，爱送来这么远的所在啊。哦，啊，这个哦是我老客户啊啦。你有看哦，伊家住的那个坎哦，那走路不方便啦，所以哦，我地方哦，若不送去山顶给伊，伊哪有可能落去落山去外面地吧？对不？哦，尤天，看袂出你这么善良呢。我嘛是一个好人啊。卢小小，啊，你停来做啥？奇怪，我来闻到一个怪怪的气味。啊！你停下冲下！哦，无啦，无啦，姐，继续行。哦。哎，刘小姐，哎。走哪里去？真正歹命啊！你有什么女人勇敢，唔叫你淘汰？唔是啦，你误会啊！你要抓的人唔是我。如果敢明解，今日我杀你当勇敢！志安，志安，打你！我那个，尤天，尤天，这有点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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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尤天，尤天。岳飞，我是阿姊，你紧起起，紧起起啊！岳飞，岳飞，你紧起起。阿姊，啊！岳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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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啊！岳飞哥哥，岳飞哥哥，岳飞啊！岳飞，快点，走！
得让我去。不过你放心，已经有人来救你啊！哈，好诶，走。红姐，多大压力？这雷公所属的五雷界定五雷子，我大压力，你休息啊！别别，红姐，你。小，幽灵哥哥，幽灵哥哥，哎呀，休息！是。人讲瑞典有人主，柯本先的八卦镜，好囡仔混天平啊！伊到底是什么人？是安怎要颠覆天呢？莫甲任何人讲好无？我想你有家己的拍算。好，我答应你。你甲我讲者哈，啊，好呀，那又好呢哈。爸，玉辉，玉辉已经不是人啊，伊今日为着要素人花，搁伤着幽天呢。你甲好呀讲好，我来去找王幽天。我一百用吼，伊就把迄个伤害你的人抓起来。好去别啊！啊，你去讲啥？我无啦，我就听讲哦，有听人受伤，我走来甲看卖。我那伤到这严重啦！只要有天伤势甲看起来，伊是流死刀，应该是去对着我死人。我死人？是啊，所以啊。咱去外省人找出来，总小条，未使阁会伤害任何人。小条，无唔对，而且啊，有天神父顶的死道，若无拄着，三更以来，恐起来毒发心无。这是九龙吐水行政府，顶暂时啊，甲有天神父顶的死道给压掉的。卡边落去啊，都去高兴。说来，主人有人给幽天斗啥个？是不是啊？柯半仙，你是看什么啊？哈，无啦，咱先出来啦，吼。你们是诈死的，当然是。哥哥，我已经用我灵魂的力替你甲死毒逼出来，你袂有代志啊！赶紧回小雕。那个柯半仙讲，一定要甲伤害王幽天这个外星人收掉，可别去伤害他别人。但是那变作安尼，那会变甲安尼？阿爸，那呢？是咩啊？甲玉慧讲啦，讲，你千万唔通甲讲，你是个小妹，做细汉就无胆甲要害，亲像知影讲哦，看咱目睭，心内在想啥？迄身躯迄一点一点，拢要烂去啊，烂甲要了，伊都惊甲要死啊！即卖你讲伊外死人，伊要哪站会住？玉慧啊，玉慧，阿玉慧嘞？玉慧人嘞？我来在吹口麦。我唔管那只听。吴小姐，吴小姐，我唔管那条伤啊。有天哥哥，你无代志啊？我这心肝宝贝囝，好卡在你无代志，你好起来啊！啊，感谢天公伯啊！柯半仙啊，你真够厉害呢！你敢大救我啦？救天的不是我，天地不敬。
天官之法，请干！快快！刘天，你就是歹物啊！就是一句刘天的。啥？刘天，你可有无啥甲你提着？啊！我要回去。这个囡仔因为之前开口刘天受罪，唔知伊对伊边啊，你甲斗相共。希望今天得地幸福。刘小姐，你要紧无？你的面色那歹看。我要去投胎啊！投胎？我还有一个心愿还没完成，你可以当答应我。不管什么代志，只要我做得到，我拢会答应你。我的心愿就是。我想要知影全家伙啊，做伙食饭是啥物感觉？人讲交情真易重，饮水也心凉。囡仔云为了要将幽天生活顶的死毒给逼出来，怨气太伤。幽天甲伊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现在囡仔云三番两次要甲斗三工呢？明仔再讲，这时间请继续收看《细说台湾》新观中三组。玉辉一个针对希望赢命，身躯的臭味随消失了。原来伊变成活死人，要活命都要素勇气。他体内魔性不是伫控制玉辉，爱上着幽天。伫柯半仙甲囡仔云的相助之下，幽天的命则无休去。在探风声和级别啊，发现柯半仙要烧活死人，都随当个甲玉庆参详啊。结果却叫玉辉偷听到，玉辉真惊吓，都逃走出去啊，伫外口咧踅鬼暝，唔知影要如何是好。我也决定要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阿爸甲阿姊为着要让我活起，这么辛苦，也不过我今麦煞无法度活得像像正常人同款，我甚至会去伤害别人，我不应该去活起，我不应该去活起。他不应该活去。哎，你讲吼，伫咧玉辉面头前实在受够见笑。今日吼，我就要抓足侪只活起着遐个看，何在我希望用，唔是伫咧臭蛋的。哎，这边小姐是创啥？主帅，喂！阿姊，你把你所有爱我的人，我要来走啊！小姐，小姐，小姐，你从啥？我是卖鬼啊！容易是你啊！哎，你从啥这种样的？你别来惹我俩的呀！别管我！起来啊！别管我！哎，起来！起来！你干嘛？我跟你讲，别管我！玉辉，你是安怎啦？你有什么代志哦？应该我讲啊，我会当来斗三工啊！我绝对袂让伊继续爱我，我袂让伊。进去。斗三工，你个性你是啥？你敢有啥物资格跟我斗三工？你干嘛想成这样？我是啥？我是希望英，是你的好朋友啊。好朋友，希望英，你可是我真正的解。卖伫遐水面，你只不过是一个卖鱼啊！我哪可能会嫁你？希望你，玉辉，你是安怎要安尼讲？安怎？无该听，无该听，你就紧走，可别我看到你心烦。玉辉，我玉辉，玉辉啊，玉辉啊，玉辉，你
想哪了哈？你在创啥？出门也歹交代者，害我甲恁阿姊死起来找伊，阿爸袂使安尼。阿爸，阿姊，我好了好了，无代志无代志，有啥物代志，咱等下厝好话讲哈。喜伯英啊，歹势啦，我先带个回来等吼。我是不是做唔着啥物事啊？啊，无是阿叔就回来跟我做朋友，想袂到我的初恋，拢还袂坚定的无啊啦！主唱，玉辉啊，你哪会做出这种代志啦？规日我都已经是外省人。但是咧，我无机会的时阵，去伤害到别人要安怎？我先讲了对，你爱跟我休息，你爱跟我休息，跟我休息。没了，路我袂行出，一定还阁共办，莫搞想惊想办。无，你哪有可能讲什么办法？办法是人想出来，阿爸我都唔信讲啊，你惊无报啦。别再想其他的。老金啊，刘天，你哪来？啊，我想要邀请恁三吼，来阮家食饭啦。食饭？食饭啊？刘天啊，你那老姐位搁摆一副瓦地啊？你是单相信？无啦，紧吃。玉辉是安怎袂交做朋友啊？来来来，哇，小腾小腾来，哦，小腾小腾，啊，谢谢谢谢谢谢，收到传奇，来来来来来，哎呀，哦，哎，来这边来，多谢，我跟你讲哦，今日这顿哦。蒙超嘛是专工为你煮的哦，啊你唔免客气，你做你煮拢食，啊落去食好饱，啊看要爱食啥，你甲蒙超妈讲，阿妈硬互你食，知影无？嗯，有遮尔济人陪我做伙食饭，我实在感觉最幸福的。啊，玉芬啊，啊你阿妈本有较好？哦，有啦，已经好啊啦，都是好去别来关心。啊，好的好，好的好。其实我今日邀请大家食饭，是有一件代志想要甲大家讲。自从艾卡尔死了，我一直有一个心结，想讲我若是无这能力，讨好啊保护我心爱的人，所以我才逐天啉烧酒，一直想要啉烧酒醉，将家己灌落麻痹，袂记这个代志。啊，不过。经过毒水、甲吸毒，这两件代志了，我才听阿兄死去，我才发现讲，我身躯边有一个人偷偷咧保护我，所以，我即马才知影，原来为家己心爱的人，好好保养家己的生命，好好活咧，才是上该重要的代志。尤天哥哥，你总算想通啊！尤天啊，讲阿心无唔对，你敢知阿母听你讲这个话，我心内偌欢喜啊，你知无？阿母，是啦，这段时间一定要操烦。是啦，尤天，你总算想通啊！爱家己才想，失去亲人的伤心。实在是不简单呢。玉辉，你哪一地皮皮错？你真关心吗？妈，阿辉啊！啊，我阿辉啊，吼，人不爽快，
我先带伊倒来。好好好，哎呦，可怜代看伊喘到安尼样，一定足严重的，紧紧带倒去。救命！救命！小心点，阿贵，小心点。救命！我来不及了，阿贵，给他。你想做啊？你是倒位无爽快啊？让开，让开，让开！杨伟，杨伟，你别做红代志啊！放手，你放手！杨伟啊，你别做红代志！杨伟，杨伟，我来接啊！我来接啊！我来接，我无代志。你敢袂爽啊？你是不是无代志啊？这些王爷是愈补愈大空啊！用伊现出魔性，柯万仙也都对付伊，霍启白啊，敢有法度甲救呢？陆小姐，你较好无？啊！我要去投胎啊！投胎？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玉辉，伊是因为家母下招我起来，今朝去遐找伊，都找着伊啊。哦，好，陆小姐，那安尼，你敢有啥物生活还未完成，要我替你做的？啊？已经替我做足多啊！你不是摆命啊？无你是啥？我是来给你斗三工的福气啊！尤天哥哥，我想我若是爱考这多，我嘛无希望你啉烧酒啊！你已经为我做真多啊，以前拢是你保护爱考的，今嘛总算换我爱考的保护你啊！我一直知影你对我的好，也不过一世人我是无法度报答你啊。小天，你还无法报答我，害到我好死人，想跟你见面啊。爱哭的，爱哭的，我娘子，爱哭的，你去休息啦，爱哭的，爱哭的。气白啊，玉清啊，恁两个是有够憨呢，所以无才无志遐尼啊好大，用什么咧鬼武器，还不要恁玉辉啊互我起来，啊，恁是怎啊真害命啊？我真正唔知影，安怎会伤害到玉辉啊？啊，什么甲伤害到玉辉啊？恁好家在讲哦，我爱靠伫边咧斗三工，阮幼天，啊，若无恁幼天的命，煞无去。歹势啦，我唔知影呢。我跟你做代志哦，我跟你负责啦。阿爸，你在讲啥？佮你玉辉那是爱人花，就用我的人花就好啊。阿爸，你哪会当安尼讲啊？玉辉的真心，我的命是用你的命换过来。你想，
你回到我的路去。好奇伯啊，你到这么个分不清楚，恁玉慧已经无还，已经不是你的查某囝啊。是啦，好奇伯啊，玉清，我知影恁即摆还阁对玉慧放袂落心，啊，不过即摆上重要的是爱让玉慧入土为安。你来。是你第二次出事的所在。我的皮肤就甲你烂落去，我甲伊变成妖怪。阿爸吼，阿克林子啊，伊在替你想办法吼。阿爸去遐烧水，扛几条金箍，互你去辛苦吼。妖怪，我是阿爸，我是你阿爸。妖怪啊！俗语讲，青梅挂目镜无路用啊！亲情将妖魔化玉辉给救倒转来，咱若无勇气小兵，一时当当偌久？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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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来走，不要，都是阿爸不对，阿爸做不对，才把你害到的。不是，是我的不对，是我无这个福气，搁再做你的查某囝。你永远是我的乖查某囝。阿姊，刘伟，刘伟。真歹势，阿爸，要好你照顾。有诶，有诶，阿姊就希望你，你能幸福快乐。有天，有天，有天，我知呀。有天，其实呢。我去伤害你啊！阿金，我知你唔调工的，我袂放你心肝内。我将阿姊，我忘掉伊。喂，刘辉，刘辉啊！多谢你，多谢你替我搞希望你，康安爽。哎呦，三八糟囡仔，你哪会讲这款的话？我叫伊阿查，你是个真乖，我真好糟囡仔，我唔知要爱你让阿英做无，来做我的媳妇啊！啊，阿弟，我伫遮，我伫遮。是的，我讲遐的话，伤害到你了。是可以，我无想要伤害你。我知影啦，我拢知影啦。多谢你，多谢你爱过我。规定，土匪刀，等一会，等你应该去的所在。
验了后，希望因也是无多将伊放回去。开心跟人唔盲讲，渡水了后会当个忧天感官，搁再见到思念的人。是阿英啊，你是头壳歹赢嘞哈？你敢来水阿深？还跳会将去见阿妹王啊？啊！我来请养老王祝福啦。安尼哦，我就会当去继续照顾杨慧啊啦。以后你我较精神好无啊？卖见讲我讲遐一寡有诶无诶啊？真正会气死！对，你拄只吼安尼靠塞者哦，我规样精神啊嘞！精神啥物意思啊？我要甲玉慧冥婚。哦，想袂到你这个死囡仔哦，头壳变遮巧啊！你甲大个同款这么啊痴情呢？好，大个听你，今晚马上来坐福气杯啊！哎呀，第七行，来，等。啊，你的婚书要顺顺讲讲的。我啥物婚书啊？有亲呐。阿英啊，是袂够，你这死囡仔真变巧啊嘞！好，行，咱兄弟两个做伙来福气平提钱，行。上伊讲，人生一世，草生一春，世界真大，人生是短短数十载。一当春，你来是不变人，拢是得来无简单的缘分。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情分要在时阵，都要在通珍惜。世事无常，唔通失去了后才知痛。鬼步梦后来签署了后，有将梦牌留落来，因为头家相信叶灵气有缘叠加保庇大家。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嘛这久，我嘛曾经地方这些人请到民俗老师来给伊研究。这个地主后来种地种来啊，在鬼步梦梦牌头前，原本是可以当加种几啊丛的，但是认为讲卖去动到鬼步，再当形成一个好地理，所以特别阁留一条卡路。这牌都无种啊了，个只都是因为尊重伊嘛，尊重伊伫遮。真侪年来，龟母望望牌断一半，另外一龟搁伫土下底。听讲望牌那古一般是翻乌，但是经过200多年，这个望牌还阁是清气清气。所以头家唔那无感觉家母会可怕，更加相信这个保险的灵气。俗语讲，未晓剃头拄着乌手。少年人来到小绿球查身世，结婚时的观念嘛，煞无去掠高精，结果煞含了二房啊，灌溉疫苗，对查某人过敏都真害啊，搁拄着桃花劫，连路边的妖精嘛来高高低，伊二球观念煞得了有钱的知识，也到底伊身世甲少年帅的基务有什么牵连呢？下礼拜讲这时间，请继续收看《细说台湾》小绿球掠妖精。